开始列出。两辆别退。这就是我们的生死战场，每一步都不能出错。机械保险解除到灭雷炸弹爆炸，我们只有十几分钟时间撤离到安全区域。两号到两号警察，两号立即进行应急情况处置。出水的时候我遇到了流弯绞缠，气瓶口也出现故障，憋到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就在想，不能在演习场上出事，死也要死在战场上，所以我就誓死憋住了那口气。战争爆发，如果在实战中我们没有足够的条件排雷，那我们就用自己的身躯为大部队趟出一条安全航道。